2014年5月，中华邮政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同步发行鸿雁传书主题邮票，开展两岸邮政交流新业。鸿雁传书典故散见各文献野史，其中最脍炙人口的有两则，一为《汉书》所载，出使匈奴却被常年拘禁北海的苏武，竟因《汉史》以鸿雁传书明示匈奴单于，终于获救还朝；一为唐朝王宝钏，苦思远戍边疆夫婿薛平贵，托请鸿雁捎去书函，盼得夫妻团圆。两则典故传说，或常思家国故土，或言表夫妻情深，俱皆欠人心怀。然则心怀所寄，必当一是信使鸿雁，递传讯息，于今依然。新逢此一两岸邮政合作盛事，中华邮政公司特别敦请岭南派欧豪年大师执笔。大师笔下鸿雁，凌霄展翼，自在遨游，其为传递两岸美好讯息，勇于认识。汉唐鸿雁金石剑，飞尽方寸天地间，其为人间鸿雁传书万里行，铭刻传世佳句。